品上没有这样的先例。老板放弃他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我没有抄袭他的，是他窃取了我的作品。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但人品败坏、背信弃义、靠出卖别人获得利益的这种人，能力再好我也不会用。龌龊！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来得挺勤啊。